我赢了，这次呢非常非常惊喜，自己做梦也没想到会拿一个冠军。我是50年以前在中国学的乒乓球，有很好的基础，到现在还有用。中国的乒乓球确实很厉害，我是胜利者，所以我是感激不尽的。喝水不忘挖井人，越是我赢的时候，我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谢谢你们。